车。怎么了，王志？我真笨，怎么早没想到？走。立刻前往三号公路。是。那可要掉头回去了。对。掉头，快走。准备发报。是。到规定为止，出去走走。是。报告，已经到达三号公路。放慢车速，随时准备停车。是。咱们来这儿干？你们以前来过这儿吗？没有。三号公路是市区通往黄山别墅的唯一通道，也是警戒最森严的地方。不仅道路两侧，就是山上的树林，也常年都有宪兵把守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们才要重点监控这一地区。为什么？我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上次日本飞机轰炸黄山别墅，肯定是及时得到了情报。是。我们假设日本间谍是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委员长车队，然后迅速报告，你认为哪里是他们最安全的监控地点？总管车队经过的时候都是要戒严的呀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车队什么时候经过是最高机密，日本人不可能提前知道，更不可能一天到晚在这一带晃悠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他们在这里有秘密的据点。如果我们分析的是对的，公路两侧所有能够直接看到三号公路的建筑都是我们怀疑的重点。发现可疑信号，哪里？现在还无法确定，但是信号越来越强，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全速前进。是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信号在持续增强。可找到你了，王处长，你可真行。怎么了？怎么信号越来越弱呀？是不是转换频道了？赶紧找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报告，发报完毕。总部有确认吗？已经确认了，是紫马情报中心亲自确认的。中心主任山本康夫将军还特别向我们发来了慰问电。山本康夫将军。是的。信号彻底消失了，就晚了一步。停车。王处长，为什么停在这儿？我在想，刚刚信号突然终止，有两种可能。一是对方发现我们了，二是我们确实来晚了，对方刚刚结束发报。我想是第二种可能性，刚才咱们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驻扎呀。我也是这么想。都怪我，要是早想到这么一点就好了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要不是您，我们还在山崖那瞎转悠呢。对，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敌方的准确位置。准确位置在哪里？看到那片住宅区了吗？那就是离黄山别墅最近的一处热闹的地方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两条公路的交汇处，又靠近码头，有很多的店铺跟茶馆，当然最有名的是茶馆，我曾经进去喝过茶，老板娘风骚得很呢。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咱们走着去。孙向成目标太大，让他们留在原地监测。是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惊动目标，等待他们下一次发报。走。注意前方的茶馆。是的，茶馆怎么了？茶馆在蹲船上，是最好的观察位置。不管车队从哪一个方向来，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。怎么，咱们要进去吗？不，我们两个进去目标太大。我一个人进去，你继续往前走。好，便宜就可以，便宜就可以。老板娘，人都撤回来，一切正常。好就是嘛，现在是国难当头，哦，做啥子事都需要钱噻，就是嘛。哎，那位长官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呀，你坐那里，坐那里。哎，小二，上茶。你还需要点啥子？搞两盘瓜子。长官。松山，松山，还有这个松山。全体准备。
长官，第一次来了。是啊，刚好路过，喝壶茶。来盘点心嘛，我们那儿点心很出名的。是吗？哎，我可听说我们这最出名的是老板娘啊。你那个话说的是不错，我们那里很多茶店都是从老板娘来的。他人呢？哦，说是头疼，回家歇到了。真不巧，哎，怎么我一来他就头疼，哎，怕是不想见到我了。啊，长官你太会说笑话了，长官相貌堂堂，仪表人才，哪个妹子不想看你？你也很会说话嘛。哎，你是哪人啊？万县的。老板娘呢？老板娘也是万县的，我们两个是同乡，乡下生意不好做，就一起来重庆。啊，来盘点心吧。要得，点心一盘。来喽，点心一盘。长官，请用点心。我们那的点心是出了名的。嗯。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来的那个军官，不是普通人。你认识他？四年前，我差点死在他的枪下。等他出去，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干掉他。不行，他的身份和目的还不清楚，也不知道外面还有多少人。你们从后面出去看一看。是。只要他不进到里面，就不要动手。是。点心来喽！长官，点心怎么样？啊，味道不错。喜欢吃的经常来哈。哎呦。好漂亮的功夫，多谢夸奖。我家祖上都是干那个的，我爷爷也是干那个哟。啊，我蛮有。你刚才说你是哪人？万县的。万县，我去过，他们那说话可不是你这话。哎呀，长官，你太会开玩笑了哦。我屋头祖祖辈辈都是万县人呢。如果你说我重庆话说得不地道啊，那可以啊。但是你要说我连万县话都不会说，哎，以后我都没脸回家了。那可能是我记差了。哎呦，谢长官，茶来了，慢用。哎呦，你这腿！哎呦，我天！哎呀，这是你们的雅座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对方杂物的库房。你们这有几个兄弟啊？省长，算上我四个，都是哪人？军队，两个万县的，两个本地人，他们的家都在旁边。哎，小叔叔，让开，让开，没事，随便聊聊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长官慢走，长官走好哦。慢走。他走了吗？是啊，拿点点心来，你看我大包。来，走这儿来，来，走这儿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老板娘来嘞。可我还是觉得这个茶馆的位置太特殊了，两条公路，一个重要的码头，还有黄山别墅，都是他们监视的范围之内。那会不会有茶客有问题？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今天来不及调查了，明天我派几个人扮成查克，在这里蹲一天。很紧。是问题。到底出在哪儿了？走。立刻转移。现在。对，现在。让所有人立刻行动，分散到不同地方。天黑之前，在二号地点汇合。是。可以了。
走。走。一角钱一个。哎，老板娘到哪里去？哎呀，伙计笨得很嘛，我喜欢活的嘛。怎么样？现在之前的电文跟三份电文发来的当中发现了一种关联性。哦，新的这个也有？对，又出现了，主要在后面。这组数字，这个数字，再加上这一组，对应到这个棋，这三组数字当中做了一个连接，三次的数字。那个啊，对。现在我们再要找出来的就是雨天的概念，看是哪一个数字可以对应。你先走几步。黄泥塘开水。汤圆儿。张大军，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到齐了，一切正常。这里情况怎么样？全部一切正常。警戒哨派出去没有？派出去了，院口一个，路口一个。旁边的军事基地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没有，依然是每天两次集中发报，早上晚上各一次。好，对方的时间要准确掌握，一定要和他们同时发报。是。向紫马情报中心报告，我们的一号基地被敌方发现，现在转入二号基地，任务照常执行。报告，将军，这是重庆郁金香发来的电报。还有事吗？警戒会不会有危险？对不起，我不该问。忘掉你刚才说的话，去工作吧。是。等等，不要透露郁金香的身份给任何人。我说的是任何人，懂吗？是，我明白。郁金香刚刚发来急电，他们只说转移，并没有说原因。会不会是紫光密码出了什么问题？这绝不可能。我的密码投入使用还不到一个月，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破译，那将是我的耻辱。同意。为了搞清状况，也为了配合郁金香的下一步行动计划，总部决定正式启动豌豆尖。我接到过这个豌豆尖的密电，但对于这个人，我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。是的，在日本情报本部知道他底细的人不超过五个，你是第六个。从现在起，
这个人由你直接联系，他的电报将直接呈交给你，而不经过任何人。对他的任何指令，你必须先上报我，由我呈交给情报本部的最高长官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你是说你的女儿？是的。我知道她是郁金香，但是对于她在重庆的情况，我一点都不清楚。可以理解。换作是我的话，也会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危的。是的。她虽然很要强，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。你如果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做了个噩梦，梦见惠子被人追杀。拼命地跑，拼命地喊我，可是我怎么也动不了。太可怕了，他是那么绝望地看着我。太可怕了。他不会有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没出什么事。你为什么要给小川将军打电话？啊，我突然想起点事儿。那你为什么不打了呢？这还不明白？太晚了。行了，你回去睡觉吧。你刚才的梦和现在的举动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我的女儿有危险了。战争期间，永远充满着危险。这是我们在美国照的。惠子已经4岁了。我的女儿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见了面，我还能认识你。需要派遣特工人员去保护吗？对他构成最大的威胁，应该是对手的破译。温维军，温维军现在是
中国密码界的最高领导人，他正在全力破译我的紫光密码。有结果了吗？你希望谁赢？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，你应该是清楚的。你也应该清楚，如果日本输了这场战争，你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当初我和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拼死反对这场战争？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日本已经输了。对中国的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四年了，当初可是说半年就能灭亡了中国。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很多回了，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就不要再争了，我们还是让结果说话吧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本委屈即使没有破译你的密码，也对你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惠子去保护密码，怎么保护？你不会让我的女儿去刺杀王维俊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下这样的命令。我虽然是个军人，但我也是个大学教授，我做人是有底线的。康夫，我要你保证。好吧，我保证。难道你就不担心惠子吗？说实话，我担心，非常非常的担心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那该多好。看够了没有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。这个房间有四个人。敢在背后偷偷看我的，只有你一个。你今天穿这身衣服，真好看。我再一次警告你，不准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，你不准用这种目光看着我。可是你真的很漂亮。离我们不到一公里就是中国人的军营，要是昨天我们晚走一步，可能谁都活不到今天。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多看你几眼。川岛君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只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敌人身上，
我们才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。我的生命早已经献给了天皇陛下，只有对你的感情才是我自己的。那就看好你的感情，他要是干扰了我的工作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你有感情吗？你爱过什么人吗？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许这样跟我说话。你是根本不爱我，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感情、热情，还有全部的激情，都献给这场战争了。我早就发现，出色地完成每一项任务，都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，这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是女人，你是个漂亮的女人。我从小就没有妹妹漂亮，也没有她会讨父母喜欢。可是我有父亲的严谨，有母亲的自尊和坚韧。我要感谢这场战争，是她使我的能力和天性得到了全部的释放。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？在我的眼中，你和你的感情都不如这把枪重要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好了，收拾一下，30分钟后出发。去哪？回青山茶馆。过去干嘛？我要看看我的判断力是否正确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不，我要亲眼去看看我的老对手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死在我的枪下。调查一下，尽可能摸清楚茶馆老板娘和几个伙计的情况。是。走。就是这个人。你往后退一点，昨天他见过你。不要动。扩大搜索范围，把这个地方给我翻个个。是。赶紧走。干嘛走这么快？在他改变主意之前，走得越快越好。停车。陆座，怎么了？林军里肯定有日本间谍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熟悉那种感觉，一种职业特工相互监视的感觉。那我们赶紧回去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。还是怪我，当时有些犹豫，觉得这么危险，不应该砸人。看来是我低估他们了。
就绕着镇子外面兜一圈，要做小路。是。朱座，我们这是……如果没有猜错，此时他们应该正在撤离。应该没事了，过了前面的树林就到接应地点了。我掩护，快走！我的枪法比你好，你要小心啊！小心点，放开枪！不要走直线，掩护我！是。下车，朱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让我们白白牺牲两个队员。那个人真厉害，我好像听他们叫他处座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调查局行动处处长。真是噩梦重演，我几年前就差点死在他的枪下。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千万不可以轻敌，他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可怕的对手，我要尽快摸清楚他的底。这是在青山茶馆里找到的，电讯处刚刚鉴定过，这是日本电台专用的螺丝钉。那两个人都死了？死了，最重要的两个都跑掉了。多好的一次机会，他们怎么会提前察觉？我也想不通，当时我就进去了一会儿，跟茶博士闲聊了几句，应该不会露出破绽了。也不会是巧合？当然不是。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，对方有人认出了我。嗯，你和日本间谍打交道五六年了，应该有不少对手。可女间谍并不多见，如果打过交道一定会有印象。四年前在杭州湾险些抓住一个女间谍，可当时天黑，我没有看清楚她的脸。不管是谁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日本间谍网，一定要紧抓不放，争取尽快破案。是。
一会儿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吃早饭的，就停一下。是，温司长，你还没吃早饭呢吧？徐小姐还没起床，可能是不舒服吧。你先把我送到所里，再回来看看。如果她真的病了，送她去医院。好的。韦国平来了。哪个韦国平啊？这话可不能让调查局的人听到啊，非说你目中无人不可。想起来了，调查局派来的副所长，人家是兼职的，总共也没见过几面。哎，他今天来干什么？来要红色通行证。那就给他嘛，人家好歹是个副所长。所长大人，要不要我提醒你啊，有了这通行证，这整个密电所就等于向调查局敞开大门了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你有什么理由不给呢？就说是正在重新审核，暂缓发放，先拖个一段时间。可以，还是你鬼主意多。哎呀，国平兄，你可真是稀客呀。刘科长好。欢迎欢迎。坐坐坐。前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办理转接，戴老板和厉主任都批评我了。这不，我赶紧来密电所上班了，从今天起我就天天在这儿了。好啊。国平兄是调查局的密电专家，我们这儿正需要你的大力帮助呢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在文所长和黄秘书长的面前，我只是个学生。对了，黄秘书长，我的通行证什么时候能办好？我想去各部门转转，熟悉一下情况。哎呀，这事都怪我，刚才给忘了。文所长前天才刚刚下了命令，要严格审查所有的通行证。对，这是军委会的规定，要上报所有人员的名单。逐一审核，这段期间所有通行证暂停发放。哎，没办法，非常时期，希望国宾兄能理解。当然理解，非常时期，安全为主。是。我对韦国平这个人感觉还不错，你呢？我也觉得还挺好打交道的，人很实在，不像其他调查局的人，有事没事板着个脸，说话阴阳怪气。我看过他的简历，也是考技术出身的，一直负责通讯技术。哎，说不定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。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喂，我是。哟，李主任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是的。这样，李主任。我们研究一下，尽快给你一个答复，好吗？好的好的，再见。怎么回事？立峰为了通行证的事很不高兴。这在预料之中啊，他不高兴又能怎么样？他说一个机要秘书都有红色通行证，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副所长却不能有？这机要秘书职权所在，当然有权知道一切秘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人家认为我们偏向毛组合，要让戴老板去找蒋委员长评评理呢。那就让他去找好了，反正毛组合跟戴笠都是委员长跟前一等一的大红人。我担心的正是这个，人家都是红人，真闹起来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。不是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真把通行证发给他？硬顶肯定不行。别的部门还好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紫马一号破译小组，在破译完成之前，我不能让任何人接近他们，尤其是调查局的人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名单？有权进入黑市的名单。把名单给我。不行，看看证据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不要急，拒绝。
要看清对方的底牌。你刚才说徐小兰走了，去哪儿了？一言难尽。我们的建议并不会伤害到毛将军的利益。欺骗就是伤害。作为交换，我愿意向林小姐透露一些我们掌握的秘密。你皱着眉的样子很疲惫，我知道做个男人很累，就用所有温柔给你抚慰。